哎，今天的时政访谈，我们聊一聊我国的第三个国家花园玉兰湖花园。政府呢，在2014年宣布把西部的玉兰湖区打造成一个三园合一的玉兰湖花园。那第一阶段的发展是目前正在施工当中的玉兰湖西花园，预计会在2018年竣工。是，那么原来的玉华园和新河园将结合起来，成为玉兰中花园。这个部分呢，还有位于玉兰镇大会堂路一带的玉兰东花园，预计在2020年以后就可以逐步完工了。是，这个工程是相当的浩大。那么国家公园局呢，日前也公布了玉兰湖中花园以及东花园的设计蓝图。那这个未来的西部花园会呈现一幅怎么样的景致呢？来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这些美丽的画面即将在未来几年内成为现实啊！那么今天棚内，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国家公园局玉兰湖花园处长冯学汉，冯先生您好。你好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。好，首先是为什么要重新打造这个中花园跟东花园啊 ？OK， 你看这个现在的这个花园呢、啊，大概有到差不多40多年的历史了吧，也是差不多到一个时候我们重新再打造过，好，我们就在一个。我们要保留做对这个花园的一些熟悉的景点，然后我们也是讲说把它打造成新加坡的第三个国家公园，然后为国人提供一个新的休闲的场所，和实现花园的城市里面的一个远景。就说有几大主题对吗？可不可以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？这个设计的四大主题有包括日带园艺与园林艺术，然后还有大自然与它的可持续性。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社群与科学。是，我想可能对于很多居住在那一带的朋友来讲，这个整个玉华园还有新河园都是大家熟悉的地方，是，尤其是那个真的从小看着他长大，尤其还有这个入云塔，他看着你长大，我在电视上看着他长大，都拍戏的地方，这些景观会不会需要拆除啊？我们的现在的设计概念的话，是把现有的所有的景点都尽量的保持下下来，但是在增添新设施的当额，我们可能会改造现有的现在一些设施，或者是提供更多的餐饮选择，让访客能够打造一个非常休闲的一个场所。然后整体设计是以大自然为主，然后让人们在这种恬静的花园里面与大自然共存。是，我知道这个刚刚设计图已经公布了哈，那么公众呢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，我们也做了一些采访，我们去听一听啊。多数的发展都是往中部或者是西部发展，所以现在可以在这一个时机，然后让整个玉兰更更蓬勃起来啦。有花园美美的花啦，还有水果啦，还有菜的，好像花园啊，看着花美美也是很开心啊，对不对？我喜欢那个水瀑布，然后还有附近的科学馆。所以那个有花有水果的地方就是一个蔬果展示园嘛。看来问到的那些大多数公众朋友都对这个设计都很满意啊。蛮清楚的，是。而且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水瀑布啊，应该是水莲亭是不是？对对，大概就是水莲亭。那这个景点的话，其实三面的话都是一个3米高的一个瀑布的一个情景。然后它其实是名副其实的水莲。然后在炎热的天气里面啊，会带给访客阵阵的凉意。对对，后面不会有个水帘洞吧？有个洞，应该是不会，应该是不会。刚才讲到有花，美美的花，是不是还有个盆景？盆景阁是吧？我们还有一个叫盆景阁的。这个盆景阁的设计方法是把这个盆景的日带的盆景悬挂在空中，这样就对跟我们的水面哦相映成趣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个，对，就是这样的情景，好漂亮。它是怎么弄到当中去的？而且好古典，又同时好未来哦。对啊，所以这个传统现代结合，太了不起了。大概现在很难告诉大家怎么挂上去的，
到时候建好了去看，到时候我们去拍，到时候去看好了。对对对，其实目前呢，国家公园局也正在收集公众朋友对于这些设计蓝图的反馈，继续可以有一些意见。是，当然我们早前也访问了一些玉朗的在当地的这个居民，嗯，看看他们对未来有些哪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啊。我希望看到多一点卫生间，让大家都有方便一点，有一点小吃店也不错。希望可以看到更多让小孩子可以活动的空间呢，例如更多的游乐场，因为现在越来越少见这种游乐场，可以让小孩子有更多机会在外面活动。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用手机的话，我比较喜欢有 WiFi 的 hotspot， 有一些比较环保的，像 solar panel 啦，可以用来power 那个 WiFi 的 hotspot， 或者 power 一些 CCTV camera。如果像周末有些family bonding 啊 community event 这些的活动哦，我一定会去啊。我在这里也给所有男性朋友一个建议，如果带女生去这些地方逛花园的话，不要低头玩手机。我觉得我们导播很会找公众来问，你看小朋友要游艺设施对吧？对。老年的朋友希望厕所不要太少。嗯，对，因为年轻人需要有 WiFi 啊。 WiFi 这件事情算了，不要。为什么？未来都会在分别在考虑在里面了。会的，就比如说厕所吧，现有的厕所其实是不大够的，所以我们将会建更多的厕所，供游人再可以使用。对，然后同时我们也会把一些更多的餐饮的选择加入在里面，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峡谷的咖啡座，我们也有一些叫做蔬果菜园的一个餐厅，这个餐厅将会煮一些我们公园里面的一些蔬菜啊水果来当做食材哦，都可以，都可以自己种植这种有机的蔬菜水果。对对，那小朋友的游乐场还没有考虑在里面吗？有，在我们的玉朗湖西部的地方，我们有一些游乐场所，给小朋友去那边一起在那边可以玩。那男女老幼都已经考虑在里面了，都考虑在里面了。有这么多的方方面面，其实哦，你最终希望能够带给所有的居民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？OK， 我们要把大众啊带入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花园里面，而且不只是这个花园里面有一些特殊的热带植物在里面，也展示出我们在公园里面的一些美好的设施，让人们有机会可以在湖畔里面享受大自然的怀抱。谢谢冯处长，谢谢，非常值得期待哈。第一期2018年竣工，最后一期2020年就竣工了，很快。那么玉朗湖设计这个巡回展呢，目前在湖畔地铁站展出。我们一直到这个星期天。是，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玉朗湖花园的详情哦，您可以上网查询，这个网址就是 www.nparks.gov.sg/Jurong Lake Gardens。想针对今天的话题提出您个人看法，欢迎到我们狮城有约面部网页留言。稍后会带来下段的内容，不要走开，待会儿见。待会儿见。